来喽，大排爆辣冒菜。我买的是爆辣的，它这个菜里面沾满了它那个汤汁，非常非常好吃。真的。吃晚饭了，贵州版家常菜。我拌又拌了凉菜，然后煎了个辣椒，还有凉拌茄子，还有青椒炒肉。两分辣，八分甜。这个用油煎的特别香。这个叫芋头粉啊，不是叫橡胶跑道。它没有味道，你拌成什么味它就什么味，口感 QQ 弹弹的，很好吃。拌茄子，好好吃啊。
好下饭这个。家常小炒，没吃饱。嗨，姐妹们，今天吃麻辣香锅，自己炒的，吃了什么好了？